如果先半掉的话，再自己先手看蓝方这边没敢要先拿什么，塞拉斯要不要拿，甚至是皇子。哦，这边先亮了一下阿卡丽，直接锁了，但是还是一楼直接拿下了阿卡丽。其实这个选角还挺有趣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可能会从二轮出，此事必有蹊跷。哎，宝石情侣，一轮直接锁了，来了。这个如果大家有看 LEC 的比赛，看到是确实，在半决赛和决赛当中都是有出啊。叫宝石一时爽，一直宝石一直爽，哎，就一直玩一直开心。我们下路法力永动机玩起来啊！他们这个阵容就是打团很厉害，哎，而且包括之前 Team Liquid 大兄也非常喜欢用，大兄当时还说嘛，哇，这英雄真好玩。对，其实这个我们在我们自己赛区里面，包括 LDL 这些也有人开发像宝情侣加塔姆这种组合，但最后还是发现宝石加情侣确实更厉害一些，包括推线前期耗线，包括叠自己的一个蓝色的攻击双奶双盾永动机，哎，是会更快一些。没错，拿布隆。就是面对这样的组合，前期你一定要给他更多的压力。皇子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点，这个就是皇子的想法，就这场我就是 EQ 干你两个后排，然后让我的后续的进场的人员去打输出，这场我已经选下了阿卡丽了，那你后排是一定有威胁性的。要拿千珏吗？千珏，这个千珏拿下来，其实这个是比较常规性的前三轮选人，因为如果你拿下了宝石加上情侣，其实变相了很可能你在前中期包括打到中后期的程度上来说，你的射手方面是比较缺乏的，那你就必须要补一个野区能够补伤害的英雄，而且确实也是相当不错的。千珏这个点的话，你大招只要保护下了宝石情侣，然后他后手可以把技能开出来，是，开始叫什么永动机，哎，你需要这一个轴承把它转起来。但是千珏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可能面临一个前期需要小抗压，所以这时候如何去补足你的上野是比较重要的。对，因为现在我们从曲线上来看，就是我曲线后期曲线是已经往上扬了，但我前期曲线还是有点低，所以我怎么样补足我前期的一个对抗性。看二轮的班选是 Mega 先办掉了卡尔玛，那同时 DFM 做出的应对是我先把你两个射手维鲁斯以及卢锡安先办下来。是的，人终有一死，而有的人则需要一些小小的帮助。卢锡安被办掉之后，现在能跟布隆配合的英雄确实没有那么的多了。维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维恩在面对右边这样的阵容里面很难发挥。是的， Mega 在最后一半是办掉了人马之后，我们看到 DFM 在二轮的一选是直接拿下了天使。这个天使整体会让我觉得 DFM 的阵容会不会有些拖啊，他有些太后期了吧。就开始聊到嘛，就是他们阵容前三手选出来，如果你要去补上，你必须要去补中上。对，因为中上两条路的话你要加快一点前期的节奏。是，你这个阵容前三手选出来后期已经够猛了，然后你这时候补一个天使的话，拖得到后期那当然无敌，确实厉害。但一旦前期节奏被 Mega 打破，那对于 DFM 来说就很难打了。是的，所以 Mega 这边也是想得很明白，那我既然你是选择这么后期的阵容，我就拿一个前期，哎，我能够压线能够推塔的 AD， 我选择小炮，我先小炮摁下来之后最后一选看一下这个维克托要不要拿。这个维克托选出来老实来说对于 DFM 来说是算个好消息，因为维克托这条线你选出来挂在不管是中路还是上路，都是面临一个刷线的问题。对，就是你等于把节奏慢慢的放缓了一点。对，就他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装备的补充加金钱的成长才可以能够跟对方去作战。那如果选下维克多之后， DFM 反观他们的压力就低了一些。哎呦，这要给来了吉格斯，吉格斯炸弹人，哎，招牌英雄，招牌之一啊！你办掉我大头，我还有炸弹人啊。就是我有张良计，你有过墙梯。是，那这个阵容选下来其实可以说 DFM 这边就一句话很简单，我拖到30分钟到35分钟之后，我这个阵容一定厉害，但是你拖得到吗？就别急了，就天使说，Evan， 等我16级，兄弟们别打了，打之后的进步。那我们重新回到了比赛环节啊，还仍然是 Mega 对阵 DFM。是的，这下路还是相当是比较常规的，就是双工资装嘛，然后情侣带了个偷钱。双方的地把的站位都比较的保守，基本上就是把该看的一个眼位包括路线给站好啊，没有过多的入侵。而且 G4 这把想的也很清楚，他也知道你中路摆个赫莫丁格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意义，我肯定是双 TP 然后保下路做支援的。是的，然后 Mega 这里下路我也没想过杀你，就护盾加屏障打团的时候比谁更扎实了。是，带的一个召唤师的一个天赋，包括他们的基石的天赋都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这把对于整体的 DFM 来说就一定要稳了，他们如果不稳就不行了。就 Evan 怎么抗压啊，但是这把其实最难的 Steel， 就 Steel 千珏这个英雄是一般选出来你可以看到都是中单强势，对，你陪我进野区你得帮，如果你不帮他，他其实很可能连自己的印记都拿不到，所以对于这把来说到底 DFM 谁能帮他呢？
感觉都不太行。这把就是不把马虎精神的话、跟正常的千珏是不太一样的、我只是为了做一手保护，然后后续队友的反打是我们后期团战所有的基石。对，我就要那个杨林升息保我后排。没错，前期一级上来 Seros 还是沿照了他赛区的打法，就是要去进行推险。是的，炸了三个前排兵之后又往后退了，就主要还是算了算了，感觉没必要。但是 Mega 这里的话，他们会在中期有一个很强势的爆发期，黄子二级就直接过来 了。这边来了，视野是没有看到，宝石情侣只有一级。如果再往前一步，应该就要直接交了。炫光是已经先交掉、闪现 EQ， 对方直接交闪，很果断。是的，逼出了情侣的闪现。但是这波闪现的话，是为之后看有没有做一个伏笔嘛？是的。第一波先逼掉之后，因为现在只有一级，到后面黄子后续的动作它比较重要。对。那可以把下半部分的河道的野区的视野先控一下，然后把这个河蟹给拿掉。这两个河蟹其实前期都应该是 Mega 的，对，不太能去抢，因为而且印记是刷在了下半部分河蟹上面，这个千珏也很难受呀。就野区的抗争性上，千珏的前期是比黄子要弱很多的，基本上不太可能去主动找黄子去打架。中路部分 Seros 的一个补刀还是非常的稳健。就更重要的是艾文这把怎么抗压了。艾文这把前期只要不被压得太多，就甚至说他这把只要不死，就甚至少死两次都是能接受的。天使这个英雄确实等到他十六级才是一个质变，所以如果前期啊自己过多的一个阵亡，很可能会限制他的经济，哪怕你带一个抽钱。我自己之前天使刚改版的时候，也玩了很长一段时间天使，你做了份攻略。玩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英雄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就是我既然一定要等到十六级杀人，那我为什么不选一个前期就能杀人的呢？对，因为他确实单 rank 这种你抗压很难，然后不适合那种节奏。但是比赛版本里面有一些队伍，包括我在之前九六版本拿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奇效。是因为队伍更多的是依靠沟通嘛，团队的协作会给你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发育的空间。这把还看他是往纳什之牙那个方向走，还是说往三项无尽转暴击的那种。那个如果是先出三项的话，会比较能够牵前中期的一个伤害能力。下路对线基本上就互相加加盾，然后把推到塔下的兵吃一吃，尽快的叠自己的一个工资装。G4 这边反正对线我也能接受，你炸的人最多也就压压我，然后我有多兰盾，又有迅猛法的回血，其实没太所谓的。他其实这个版本因为小兵趋势器是已经改到了三个嘛，所以带的人已经非常少了，但 Seros 他还是毅然决然的点了出来，就是为了要推钱，就前期推嘛。前期以前小兵趋势器是随便用，然后现在是更多用于几个炮车上，最关键的那三波兵线。因为你现在比较早，180秒就可以用。是，下路继续持续的稳健的对线。那其实小炮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他本身自己前期虽然说一技能自带推线效果，但是把线推过去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耗到对方的一个能力。先决下路保一保，而且这把前期是一个比较冗长的发育期嘛。你只有看 Mega 这里动不动， Mega 不动的话大家是不会动的。感觉其实阿卡丽前期面对大量人天推线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办法，也只能等到自己六级看能不能配合着打野去做一波事情。我就只能这么目不转睛的看着你，但是我拿你没有任何的办法。是的，下路把线往回推啊，前中期确实因为选出组合的一个缘故，双方都打得比较偏发育，比较平和一些。除了皇子来到下路是逼出了对方的闪现以外，但是后续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了。但是说真的，我感觉 DFM 这个宝石星女还挺熟练的，因为他们第一波补线的时候其实没亏多少兵，对，就甚至大家的补刀是差不多的。是的。先要让宝石把自己的一个工资装给叠出来，然后叠出来之后再让情侣就可以开始叠自己的了。就你聊到工资装，其实之前一直工资装在改，就是防止这种你绝世流嘛。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现在还一直有这种玩家开发新的打法。是因为确实这个阵容它有它自己一定的优点，就是这个迅捷切，这个迅捷切看要不要抢。这边河道是有一个蓝方的一个睁眼的，因为这个瞬间线真的对于千珏来说太重要了，上面标志成印记，这就是他的命根子。对，他就必须得拿呀。但是前期我们看打到现在他都还没拿到第一个，配合下路现在线是控到了中段，看应该是可以拿下来。开始不能跟皇子也没有着急贸然去进场，因为你这时候过去守的话有概率能守下来，但是万一被敌方蹲到的话会亏很多的东西。是的，所以第一波也大不了先让你放了，让你拿一个也没太大的关系。这种节奏缓下来对于 DFM 来说是很能接受的。是的，中路推线的位置上面炸弹人确实有一手啊，基本上是一个 Q 技能加一个 E 技能的炸弹，就是可以把第一波线给推掉。天使六级了，
到六级之后你的一技能会有个 AOE， 是就是抗起压来更方便了。前期天使这个英雄就是前期抓不到，那你往后就越来越难抓。对，你到达十一级就没办法了。是的，而且他在前期的对线当中，他带了偷钱还可以慢慢去跟你补一些经济，小的经济上面来说，他其实并不会落后三只手太多。而且皇子加维克托确实前期有点难抓人，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选出维克托的时候很诧异。对，其实 DFM 是很期待看到你上路跟我拿一个对发育的英雄，因为我天使后期并不虚你。天使到后期是不虚任何人，哎，是的，所以这一把确实到最后 Mega 选出的上路的对 counter 的英雄，其实感觉拿的并没有撑起自己前中区的曲线，导致确实整个的前十分钟之内没有任何的节奏动作。嗯，他这件装备你也明白了，三项，哎，来了，那呢可能还是尽可能的加长自己前中期的一个作战时间。三项跟你出 AP 的那种出装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一件套的时候是肯定三项厉害，对。然后还有就是，你三项往后打就刀刀暴击是很爽。是的，它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比较尴尬的，就是你在于暴击没点满，就是你暴击只有五十或者二十五的时候，那段时间的天使其实很孱弱。但是你到十六级之后又不一样了。对的。这边是入侵配合着辅助先拿到对方的一个蓝 buff， 那对于这个蓝 buff 先拿下来，其实炸弹人还是挺伤的。但 still 就无所谓啊，你要拿给你吗？给你了啊！我虽然说也很眼馋，但是不该吃的我不吃。就前期还是懂事的，上路直接给大招耗血量了。但这一波其实天使把线压的，其实没推进塔是有点伤的。如果能推进塔的话，这波是可以回家，可能还是要再推一下。我挺好奇，就这个天使前期是主什么的？就一般会有那种打远程就直接主 Q， 主 Q 可以让自己清线。哎、是的。感觉中路确实 G4 拿了一个刺客，对对方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呀，而且还有可能被对方持续的耗血。哎 ，G4 这个人本身就属于那种脾气很大的，哎，因为他本身是玩这种刺客英雄出身的，是的，他玩杰啊这种英雄，他是要跟你打架的，所以你这样就相当于是一个狗皮膏药一样粘在我身上，我很难受，我摘药摘不下来，我又不能不跟你对线。下路再控到河道线往下走，这一波是没视野，看一下，闪现是已经转好了，但其实对于这个双组来说还是没什么机会啊。这个 TP 也可以卡住，打一套，打一套消耗，但是因为自身有 W 技能的回血，所以也不太虚，把这波线往回控一控。现在其实皇子有点往下难抓了，因为宝石跟琴女都有大招了。你第一波如果先手开这波，哎，刚说完这边反身给大招这个位置，先用小炮大招先推开对方的琴女，后续应该没有后续了。就打到这儿戛然而止，大家各换两个大招，就此算了。对，这波线往前继续推回去。就前面也是西普提到了，就不好抓了。现在你先手开进去的话，哪怕你盖得到，但是对方反手的技能特别的多。他要拿这条风龙，风龙其实巅峰挺喜欢的，适合他们转线嘛。如果这条风龙拿下来的话，他们其实在跑线程度上面来说会比较快，但是也没敢直接打完，尝试了一下。最喜欢的其实这个阵容前期还是水龙，嗯，就你现在给我什么火龙土龙我都不想要，你给我条水龙，我拿了之后、哎、线上对线过得舒舒服服的。对，我可以延长我的对线期，那如果我的发育区时间更拖长的话，其实更快的装备的补足我就可以跟你接团了。 MJ 里被蹭了一层镀层，直到十分钟被蹭一层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情况了，挺及格的。这个对线来说其实对于因为他前期抗压是抗住了，但是这个皇子在偷峡谷前锋，皇子的位置没有往上来的意思。千珏在刷完这个石头人之后可以赶到吗？要过来吗？但是感觉打的皇子打的有点慢。看到了蓝色的一个视频也是照到、照到之后，但是皇子还要打，因为下路已经过来支援了。下路是先换线的，因为 Mega 也知道我现在不可能跟你再去拖节奏了，我一定要去用峡谷前锋去提速。就是他提前把自己的下路双人组调到上路之后，把这条峡谷先锋一拿，其实是可以推一下这边天使的塔的，看要不要选择放，还是放了就直接放，就直接放，就拿塔皮，然后让小炮补经济，也不给你那么舒服的发育了。更重要的是我这样可以压缩你天使的发育空间。对，那哪怕虽然说你下路也在跟我对推线，但其实你推线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下路因为宝石青女前期只是跟你对线很厉害，就耐线很强、是，但是他们推塔的能力确实很弱。千珏可以置换掉一条风龙，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下路的塔线是由三只手去回补了，而且这个峡谷先锋要不要二塔再撞一头？如果只有一个天使的话，这个二塔还是可以撞的。是的，
就甚至这个天使不太敢去守第二塔的。嗯，往前再逼，下路也是有吃到塔皮的蛀虫，但是对于 Mega 来说是可以接受。就这两个，反正现在前期线上不掉血，双女神之类一出，就完全不掉血，就基本上可以开始慢慢叠自己的永动机了。啊，就无限血无限蓝嘛。哎，来了，千珏往下走，看到有针眼，这一波想动应该不太可能，也就排眼走了。但是这个峡谷青龙拿完，其实对于 DFM 的节奏来说影响挺大的。嗯，天使主要是上路没塔了，他就必须在二塔吃线，那可能整个红 buff 的一个野区就像现在一样，就是基本上皇子会过来入侵，他不敢轻易的从野区往中路或者往下路去走。那你可以看到，在拿完两塔之前 ，DFM 的补刀经济是领先的。嗯，就这是最夸张的。是的。确实在对线上面来说 DFM 还是保持了他们老一手啊，基本上我就前期对线尽量保持我的经济上面有所成长，而且避免跟你打架避战，反正大家都是拖嘛。嗯，就怎么拖不是拖嘛。 Zeras 时光杖往上一坐，这个时光杖是真的稳啊，就基本上我又有血量啊，我又有蓝量，你就不要想杀我了。 Zeras 三个英雄一开始说了，黑莫丁格，嗯，然后炸弹人时光老头，哎，他时光也是很喜欢出时光杖，是我就想跟你拖。时光杖这个装备，其实这个版本里面很少很少人出，对，大家都开始回升。但是你要真说拖后期往后打，我时光杖再加回升，是不是更强一点？是的，这个位置过来蓝 buff 区插了一个眼，但是在草丛里面是已经帮助 Zeros 拿到这个蓝 buff。到目前为止已经14分钟，但是没有任何的人头爆发。是的，嗯，打得可能会相对的比较平稳一些啊，因为确实这个阵容来说 DFM 前期不太可能给你机会，他尽可能是做到 B 站，然后线上哪怕你要推我塔，我们看上路一塔要推了，那我就让你推了，我就往后撤。这跟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比赛其实风格比较不太一样啊，不太符的。是的，但是选角阵容上有聊到了，就是 Mega 他们有一波爆发期就在于他们这个中期阿卡丽等做完科技刀，然后他这把做个法穿鞋或者做个水银鞋之后，然后有个一件半装备，是，然后去接这个团，包括这火龙抓心都是 Mega 的机会。就看这波中野的动了，来了，往下走了，看一下这波线清了怎么样，但是小炮的血量被打了一部分，老实来说不好越，也去找一下。现在想去强动下路已经没那么简单了。是的，感觉错过了那个强行可以打的时间，因为一旦宝石大招加情侣大招出来之后你就不太好打了。现在 Zeros 往下的丢个大招你也吃不消啊。对，中路部分还有炸弹人在持续的守线，那根本不太可能推啊，中塔感觉都摸不到。现在对于 Mega 来说很难受啊，整个的一个局势并不在他们掌控之中。就有了峡谷先锋，但是峡谷先锋之后他们现在想去找别的节奏，但是没有，火龙也还有2分钟。嗯，哪怕你要等那条大龙也得等到20分钟啊，所以现在对于 Mega 来说想利用中野的强势去找一波节奏，但是面对对方这样狗皮膏药式的对线你怎么打呀？你拿他没什么好的办法，以前你抓不到那就是没办法。 Zeros 甚至不让这个炮车兵进入到我的塔下，我一滴塔血都不想给你掉，扛着自己吃完，小炮也没办法。你可以看到 G4 一直在推线，他塔血量真的没掉多少。嗯，就只掉一格。对，而且双方补刀还是差不多的。对，这边给到了一个关键的数据，就是他们在15分钟的分均经济的占比，就是比对方高多少。是的， Mega 在他们赛区排第6了，但是 DFM 开始聊到了嘛，他们的15分钟分均经济是比对面高很多很多的。是的，他比第二名的队伍要高3倍，这就变相的说明了，其实他们一要不就是拿出前中期强势的阵容，只有可能2种，就拿出前中期强势的阵容，我跟你打架，我用打架来攒经济；还有一种就是我拿发育阵容，我就线上清兵，清完了之后拿中立资源，不跟你打架来攒经济。这15分钟的3倍领先是真的很夸张的啊，差太多了。这个3倍，就你1倍还好，你差3倍，就可见这支队伍他对于自己的野区发育能力，包括线上发育能力是有多么的夸张，就是他。至少保证一点，就在我15分钟的时候一定是优势。嗯， Mega 现在很难受啊，就很想打架，有布隆在，有皇子在，有阿卡丽在，但是感觉开不起来。各方的视野叠翻面做得很不错，他对于下路的防守做得非常漂亮。嗯，这条火龙是先站位了情侣的位置，先耗一套对方的皇子。 EQ 想走这边，千珏回身往上跳，但是不是没什么机会的，因为右边的阵容其实没有太多的留人能力。对，而且自己少人，他打牌很厉害，两层被动插个旗子，但皇子也不敢上，是队友都在很远的位置。
我们看到维克托还在上路收线，这波有 TP， 看一下要不要强行接，可能是 Mega 的一个机会。要接吗？这维克托还没有 T 的意思，维克托踢了，有点想打。G4 这边已经在侠阵里 ，G4 在特意隐身想突进，但是这边小炮已经跳跳脸，大招大了两个人还不错，但是回身配合杰克斯大招打残了众人，但血量。这不用动机又开始了，这个布隆把火龙抢了，抢火龙之后还想再留人，天使已经十一级，闪现流没留到，唯一的控制效果眩光也没有了，这个立场要去留小炮，小炮还是被天使收掉，一血终于在十七分钟爆发了，十七分钟爆发的一血，小炮双招全交，但是没能够阻挡自己的阵亡，开始了开始了，他们的永动机开始动起来了，这边加奶加血很难受，往前还要闪你，这边过分了。顶了个盾赶紧往后撤，但是有更好的办法留人吗？ DFM 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蒸汽时代，果然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是的，他们不断的回血，这个位置给到自己护盾再给加速，看到这个圈圈套圈圈非常的绝望，阿卡里面的一堆兵线我清不了啊，怎么办？前期没有优势， DFM 开始抱团之后发现 Mega 有点难挡了，嗯， DFM 心满意足的回家了。那这一波打完，其实这条火龙虽然说是布隆拿下来了，但其实奉献到自己 AD 的生命还是很难受的。看一下这一波团战，先逼出了火箭跳跃，这边情侣闪现给大定住了对方关键的 C 位，后续这个炸弹人大招是打了非常多的 AOE 伤害，但是这个火龙没能够拿下来是比较伤的，是布隆应该是一个 Q 啊，正好惩戒惩早了，惩戒差了一点点伤害。那后续这波闪现给炫光，但是没能够晕到，很可惜。但后续给立场也没能够阻挡到对方的一个追击的脚步。这个炫光真的是他们当时唯一的控制了。是的，你清醒大招也交完了，我总共就两个控制都在下路。嗯，交完了，但是没想到 DFM 竟然敢追啊，也是确实有追的一个资本，因为追击战来说，对于已经出了三项的天使，他是非常强的。嗯，艾文这个意思也懂了，兄弟，现在我就在我的野区开始逛，我看到的东西。先征用了，哎，你现在就全部补我的发育，好吧？就等我十六级，哎，等我把这个羊刀做出来。Steel 这把开始也说了，我就是一个开大招的，是的。就后面你们谁需要大招，说一声，我保一下，保一手，他下路永动机开始。嗯，要保证下路这个星光能够洒在自己的队友身上，然后自己的无敌效果能够出来，包括情侣的大招进行反打。其实哪怕千珏前期没有拿到太多的经济和印记，但是他后期装备领先了之后，还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下路可以换掉一座下路一塔，就是 Mega 想仰仗的，就是他们打出相对比较完美的团战，利用他们这三核，他们上中野的三核，可以打出比较不错的 combo 效果，但是其实在团战里很难实行。是的，我们看到宝石的装备上面应该也是要做深渊面具，那这个装备一做出来，基本上下路永动机就开始发力了，开始转动了，齿轮已经凑足了，而且他这个深渊面具做完之后是对于三核都有享用的，他们不管是天使还是说中段吉格斯还是下路的情侣，他们这三核都是享用深渊面具的15%的加成效果的，就收益很高，因为出来队友都可以使用。那这位置中路想要进行一波牵制，直接一个吉格斯的大招是把对方的小炮的跳跃给逼了出来，这维克托也是及时的劝退，不太好追啊，中路塔不太好耗，哪怕是小炮点塔有一手，但是面对对方如此强大的清线能力，自己也望尘莫及。最重要是这个天使啊，他天使摆在这儿，你就不声不响的看他默默的发育。嗯，我想了一下，这把先撇开加盾加血量，光是无敌的大招就有天使的一个，加上宝石的一个，还有千珏的一个，突然想想是有点难受。好像为数不多的几个无敌效果都已经给他凑齐了，都凑齐了啊，就出了个巴德，哎，集齐了五颗龙珠了已经。而且他们还都是那种神指神灵。什么上路的天使，然后下路的宝石，嗯，很符合这个队的整体的象性啊。但 Mega 现在其实他们更多想要做的就是，我想找架打，但是刚才那一波小规模的接单之后，突然发现好像有点打不过了，那我要不我再等等我小炮的装备。其实打到真的打到比较后期 ，Mega 会赢一手自己的上单的维克托平稳的一个发育，加上阿卡丽的进场，还有小炮的长手。但是他们现在打算打不了，他们现在缺重伤，对，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点出了重伤，这三个治疗。你是很难很难把这个伤害去打出来的，是现在他们一本莫雷洛法典也没有，包括一个死刑宣告也没有，所以打不了。小炮的死刑宣告他现在是肯定不能出，我连两一件暴击装都没有，我突然转死刑宣告打他也没意义。嗯，
估计也想好了，就是说我可能这段时间段刚才那个人头可能就是我20分钟包括30分钟之前我交的最后一个人头了，我可能也不太想跟你打交了，我就跟你拖到30分钟之后见吧，看到底谁打团能力更强。那肯定是 DFM 打团更强一点，因为除非是 Mega 这边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牵手，然后能够让千珏放不出大招，然后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几手保障，我还有宝石还有天使。因为现在感觉皇子不太敢进场，他哪怕 EQ 进场盖到对方人了之后，你对方反打能力这么强的一个阵容，感觉皇子进去就出不来了。现在的 DFM 变成进入了一种你帮我我帮你，你不帮我我还帮你的兄弟状态。是的，又是一条火龙，这条火龙上一条是让 Mega 的布龙一个 Q 技能给抢到了，这一条看一下 DFM 能不能拿下来。 G4 的位置， G4 想从侧翼突进，这时候 Seras 还在中路补线，这个火龙先不动，先删了一套布龙，布龙血线降得有点低，这个位置继续在打，只剩下1000多的一个血量，看一下 G4 要不要进。另外一侧皇子是被消耗到了一定的血量，就是你跟 DFM 比消耗是肯定比不过的，是插个旗子，那我先不打，我往后拉一拉，等你旗子消失你都没来得及下来，我把这个龙先逞了，放了，难受。对于 Mega 来说现在有力使不出，感觉几千万的全套都打在了海滩上，没办法，感觉很无力。就是你一直消耗，但是 DFM 这边回复太多了，是的，耗不动只能拼爆发，但是这个节点接团想拼爆发开始了，没有重伤，这就导致哪怕我团战开起来你伤害不够。这边闪现流到了，流到三层的被动印记，打起是开启自己的大招，然后宝石琴女开始疯狂回血模式加速，诸神黄昏笼罩下来，这个心灵的力量太夸张了，就感觉所有大招开起来就是一个字，兄弟们冲啊。但是后续确实也只能是杀掉对方一人之后往后撤退，因为大招全交了，没必要再追了。就当这个宇宙的光辉笼罩在全队队友身上的时候，对于 Mega 来说是绝望的。是的，我们看下这一波，皇子拿旗子探了一下，但是情侣的一个E技能加速包括后续的控制直接给上，有几个子的炸弹收尾。我们看一下这个杨林生息加上宝石的一个大招降下来，所有人抱头鼠穿往前再走，不可能接。他们这有点像古希腊神话里面聊到的那个什么永生岛，就这里面所有人都是不死的。是的，所以现在对 Mega 来说很难受啊，现在有力使不出，我们已经提了非常多次了，而且在单线牵扯上面来说，其实三只手也不能特别好的去进行单线的牵扯，如果让阿卡丽去进行单带的话，其实感觉如果只要分配 Seros 炸弹人去守线，其实对方也没什么太好的想法。就 Mega 应该是在自己赛区也没经历过啊，没有打这种路子，对，就没有看到有这么去打游戏的啊。那确实这是 DFM 赖以成名的绝技啊。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对于其他队伍也是一个警醒嘛，就是你在面对 DFM 的时候是如何要去提防的。如果这场比赛 DFM 能赢的话，感觉后续的队伍在对阵 DFM 的同时他们得去办掉宝石加情侣其中的一个，那同时还要去针对一下对方千珏和天使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你这么一想，第三场 Vega 打 DFM 的时候其实好看了，因为 Vega 是那种全是骚套路都是黑科技的队伍，对，然后你再去面对 DFM 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队伍交手应该会非常好看。就 Vega 这支队伍是要打架的，就基本上打架的基因是存在他们血液里面的，所以他们不太可能让你前期稳得住。 Vega 这里第一个死刑宣告先补出来了，但是这时候补的死刑宣告还是那个问题，伤害不够。是的，就因为现在光从经济面板上面来说，虽然是只领先了3000块钱的经济，但其实从打团的功用上来说是没办法去接的。宝石情侣是那种略，就我即使劣势然后落后5000都可以跟你打团，对，反手太厉害了。这个位置天使已经逼到人脸上，把对方逼走之后开始做大龙出的视野。这一场确实选出维克托比较尴尬，因为他在单线上面的单带包括打团上面他的消耗其实也很被接受性，找到了，但是有机会吗？是有奶的，还有炽天使的护盾，身后还有队友。哎呦，这个炽天使护盾加自己的 W 技能的护盾开起来直接没有任何的胃口了，这就没办法呀，你又是奶又是盾，阿卡丽的大招也用过了，是如果强行逼的话对方可能直接反打，阿卡丽阵亡自己这条大龙就没了，甚至你没阵亡我已经要开这条大龙了，要逼维克多的 TP。 维克多这波他是踢也不是不踢也不是啊，第一时间先大招定起了四个还不错，但是小炮这里有点独木难支的意味，被闪现流到，天使闪现让你拍，把小炮击杀，击杀完小炮所有人都没有战斗力了，这个 G 凤没有大招，维克多也没有 TP 过来，应该是只能靠看皇子能不能抢一手了，但是已经分了 Seros 过去阻拦一下对方，
天爵跳上墙，这个位置炫光没能够晕倒，但另外一侧天使已经追了出来，这边想先杀对方的 G4， G4 闪两下之后赶紧开出自己的侠阵，正面战场龙已经只剩下了5000的血量，还有一个机会 Seros 一个人逼两个，怎么说能抢一手吗？感觉过不来了，过不来了，那这个大龙应该是可以由 DFM 拿下。下路维克托已可以已经可以带到高地，但是高地是拆了，但是这个高地其实没有太实质的意义，推不下来，就这条大龙拿完之后所有人回城把下路线往前一带，现在 Mega 难受啊，真的就是正面战场消耗消耗不动，打团有点接不过， G4 甚至在见到天使一瞬间就被逼回家了。先看这一波团战的回顾，先留到了对面布隆，是布隆回身大起了4个，但是大完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实质意义的，因为小炮这个点被单留了，是小炮这个位置火箭跳跃都没能够拉开安全的距离，直接被对方吉格斯的炸弹是直接下到了一个可以斩杀的血量，最后由天使结尾。这天使他的出装跟常规的也不太一样，他是转破败之后然后准备要出羊刀的，是的，但这种三件套的话其实很厉害，他是属于那种攻速特效流的。阿卡丽的莫雷洛法典应该快了，同时小炮也是补出了自己的死刑宣告，但是没有用啊，感觉现在对方大龙已经拿了，这时候已经不是一本邪典能解决的问题了。是的，这个阵容 DFM 从这个时间点才开始真正的展现出自己的獠牙。是这个位置下路高地是有想法的，第一时间减速到了情侣，但是反身应该不敢往前追，越上高地 Evan 跟情侣这里你奶我我奶你，这个千珏点塔也是挺快的，这个瞬间满血阵容是已经呈现出他们该有的样子，远处 Seros 在带，还要再留大招大到了，这边伤害非常的高，布隆大招做个劝退，但是劝退完之后下路高地还是要破的。中上两路虽然说线没有带过来，但是仗着这些超级兵，就是大龙 buff 加持过的超级小兵，是这个位置天使现在作战能力很强了，并且依靠着这个加强的小兵，虽然说你有立场能够吸到一处，但是你没有远程的 AOE 可以清掉这些小兵，天使往前在扇。三个炮车啊，这个位置情侣的奶量太足了，阿卡丽想进吗？第一时间打一套消耗，后续想找情侣，手里剑给到不敢进去呀、啊、伤害打到身上真的不痛不痒了，梅亚塔硬生生的被这个炮车 A 掉了，皇子也不敢进，这边看了一整场都没敢进场，打了半天你发现 DFM 所有人都是满血，是现在怎么办？这天使16级了，往前，哇，一个一技能的平 A 直接把对方小炮打了一个1/3的血量。G4 再给一个侠阵，但其实也就是骗骗自己而已啊，不太可能进场的，这个位置给，敢进吗？布隆举盾被打得很残，往后再拉，这个位置小炮血量非常残，往前被推了一定的血量。凯尔的审判，交出自己的大招，大招保自己一命，但黄子大招带回来之后，这边情侣被杀了。宝石的宇宙光辉在笼罩下来，配合又一个千珏的大招，四个人还没有死，炫光晕是只晕到一个小炮，但是没关系，小炮就已经足够了。维克托虽然拿到一波双杀，但是这里天使还在，天使还在存活，他要审判所有人吗？天使这边 Seros 在拆塔，蓝没了，但是最后一下漂亮，这一边对于天使来说最后虽然没蓝了，但是还是抓到了最后一下平 A 的时机，而且前面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在门牙塔掉的一瞬之间 Seros 的眼里只有对方的主基地啊，我别的不管，这是第一波阶团已经14级了。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赛后数据情况，29分半结束的这场比赛其实时间上来说并不算特别的长，但确实是已经进入到了情侣加宝石的一个发力时间了。哎，就是我前期不用做太多打架，从17分钟第一次抱团，到后面只需要3波的团战 ，DFM 就终结了比赛。对，最后人头我们看到就加起来还好，应该是没有超过10个，很少的人头。对，而且经济也只领先了4000块。就最后这个再看一下这波团战的回放，这一波是中路杀掉维克托那一波，就这一波两个大招降下来，直接四人就没有想要反打的意思，天使一个人追着四个人跑。这就是学区好上分啊！这一波我们看 G4 是已经真的是尽力了，他开了侠阵往前想耗，但是天使一个一技能平 A 直接把自己血量下到一半，布隆扛了很多的一个伤害之后，先找到对方小炮，小炮被逼出火箭跳跃之后，后续这个门牙塔就一直在拆。天使给到大招，我们看后期虽然说能够杀掉对方的情侣，但是两个门牙塔是已经掉了，布隆援护上来也没有能够足够的伤害给秒掉对方的后排。天使虽然没有蓝了，但是只盯着对方的主基地。我们看一下 Seros 这个位置，他一直在 A， 他人都不点的，他就一直 A 主基地。就 Seros
嗯，你们先玩，那我点吧。对，我这个时光杖可以让我多维那一下，然后最后 Evan 过来补上了那关键的一击。是的，我点不完，我还有上单天使没蓝了，过来一下平 A。啊，就是塞尔斯笑得非常开心，很开心啊！这是属于 DFM 的赢法，嗯，就是他们很擅长把你拖入到我的领域去赢你。啊，我们之前很喜欢说强比较厉害的队伍喜欢把你拖入到我的节奏，那这就是 DFM 的节奏，就是我要把你拖入到你没办法进攻我，并且你打不死我，然后你会发现在绵软无力之间，你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就是你整场看到 DFM 的进攻，从他第一波开始进攻开始，整体的节奏还是那个问题吗？就是我很密集，对，就是紧锣密鼓的，然后慢慢的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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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到比赛。我发育了20分钟，然后只需要短短的大概8到9分钟，我就可以把比赛终结掉。就想到一个词，就是蚕食对手，就是你慢慢把对方给吃掉了，一口一口，然后并没有做出过多的牺牲，并不是我弃伤拳的打法，就是我疯狂跟你打架，然后你换人头我换人头，你拿经济我拿经济，互相录失误，不是，我就是平稳的线上发育，发育发育着我你一波换线，虽然说想找回一点自己的节奏，但是你会发现也是杯水车薪，虽然说让你有一个短暂的经济领先，但是继续往下打还是我的发力期。但对于 Mega 来说有个好消息，就是他们有不短的时间可以做调整，因为他们今天的比赛是在 B 组的第四场，对，然后再去跟 NTZ 打，他们有一个不错的调整的机会。嗯，因为第一场你一上来然后打这种比赛，面对 DFM，然后被对手以这样的方式赢下了比赛，其实对于选手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是我们看到本场的 MVP 是给到了上单选手 Evie。Evie 确实这场这个天使100%的参战率，包括3-0-2的一个 KDA， 34.8%的一个伤害占比。就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有这个天使的身影，是每波团战都有他的参与。嗯，他们这个三回血三无敌，然后各种乱七八糟的加速，嗯，就基本上他的一个输出环境，就其实也不算是输出环境了，就他一个追击环境是非常不错的。他还有一手大招保自己，他让我想起了以前还有个路子，就是什么，以前是宝石加克烈，然后冲阵进去，然后他现在是换成了一种更加绵软的方式。我中路摆一个吉格斯，吉格斯用来清线，然后其他点什么加个天使，对，然后去保障我这个三足鼎立的状态，持续的战车推进。对，其实克烈那样的体系阵容，它还是有一定前中期的进攻压力的。嗯，你那一波开车一定要帮助自己的下路或者上路找回一些场子上面的优势才可以。但是这个阵容就是，哪怕我这一波没开成，